你不能。我是骗了很多女生，但林诗音真的很不好骗，所以我很不满，就到处说她缠着我。郭婉，记得把门锁好啊！我这正兴高采烈研究怎么过生日呢，你们一个个丧着脸，这算什么呀？张琪，不好意思，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心情。除非先把林诗音的事情解决了。 我让你们了，请我吧，我有招。啥招？还是那个招。走，我们去吃必胜客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到时候被家长发现可就不好了。诗音，等一下，干嘛？没想看我笑话？不是，我是觉得为了王浩然不值得。你让开！我不让。梁老师，嗯，晚上有时间吗？干嘛？各位同学请注意，各位同学请注意，下面请听来自高2年级王浩然的朗诵。 朗诵的题目是“我真的太无耻了”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浩然，是我缠着林诗音，但我不敢说实话，因为我害怕我妈妈呀，她要是生气的话，她就不给我零花钱了。我在外面那是呼风唤雨呀，装模作样。对对对对，是装模作样。我不让，让开，不玩我就让你进。 还反了你了！我不能接你过来呀，就是在家被我妈管得太死了，大点声。所以我在家连上厕所都得打报告才行。我为了出风头，不择手段。我在话剧社打压比我演得好的，我还命令篮球队的人把所有进球机会都让给我。但不得不承认啊，我真的是文武双全。说点有用的，继续检讨。 我是骗了很多女生，但林诗音真的很不好骗，所以我很不满，就到处说她缠着我。郭婉，记得把门锁好啊。收到。诗音好可怜。你去吧。回家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还不理我？你都多久没理我了？你还知道啊？之前都是吵架你先找我的，这次你一直都不跟我说话。我昨天不是找你了吗？是你没给我开门的呀！我昨天都盯上了，怎么跟你和好？你怎么不早点来找我？让你都老跟王浩然混在一起啊！那是为了气你们的。那。 那我不是已经被气得茶不思饭不想了吗？你还要怎么样嘛？你别生气了，你生气你都变丑了。知道了。你看懂了吗？没有。 你不是妇女之友吗？这题超纲了，差不多得了啊！你哪唱哪出呢？赶快回家商量怎么给我过生日。走，回家。